《深圳原创音乐》第四季度，《十佳金曲揭晓》，Bad Girl作词，刘雅婷作曲，朱丹丹演唱，刘雅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雅婷。最想开心果的原唱单曲《Bad Girl》获得了十佳金曲，我一。命景呢，我也知道呢，非常辛苦的。那我们来做完后，告诉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把。茶叶均可品鉴，积分大想法。